要不要啦？哎，看大声嘞，完全力以赴。好，你请坐。你个大阿咧问话，你别笑了哈。啊，再请教一个问题啦。前朝在规划望高寮哈，望高寮哈，整个哈要开发哈，成为一个观光地区了哈。那、啊、现在你来担任观光局长，你后续要如何推动，要如何进行？请回答好吗？我们现在望高寮的部分哈，从那个景观一些景观的廊道的新建的部分里面，我们现在已经拢有在编啦。哦，还有包括整个那个大肚山的自然公园的那个步道系统，大概都是在预算的规划里面。好，哎，啊，讲到自然公园步道的问题，各方面问题哦，我讲，关局长，你现在知道所了解哦，你来新上任嘛，这块会使原谅你啦。但是哦，土地是也是林务局的啦，这嘛是要层层的关卡哦，去克服啦，包括自然的生态公园哦。要先向林务局啦齁，国有财产台中高龙先拨用来伺服，然后才可以陆续来进行啦。这种层层关卡不止你观光局啦，包括都花局牵涉的农业局齁，这相关哦、喔、副局长啦，你看到最后交通局长的啦，也部长的啦，你有没有来多多啦齁。华南路的问题齁、喔、本人齁、喔、刚第一任齁、喔、乡长齁、喔、十七年前啦齁。他也略知一二啦，希望你由你来统筹啦，一个局长无遐多啦，牵涉到各局处吼、喔，四五个局处吼、喔，一定爱局长啦，要哎就副局长，你来统筹，包括观光局、农业局、都花局、三四局吼、喔，甲叫啦，看如何土地要办理保养，如土地若无办用成功吼、喔，这嘛等于免罪啦。跟议员报告，现在市政府是有这么样一个机制。好，刚刚讲的是还有一个水利局水土保持的问题。对，还有一个大肚王的历史的考证，我们现在也都在积极在处理。好，我会跨局处来做协调。这个现在市长也只是做这一个自然生态公园的这个方向要来开发。你记得叫信心了哈、那么本席拭目以待了哈，唔单讲一年给，两年给哈，我讲。包用的问题啦，包括计划啦、推动的问题哦、喔，局长、副局长啊，你拢伫遮回答我啦。我无讲哦，一定哦、喔，半年都要完成啦，一年半哦、喔，甚至一年哦、喔，看你当将土地包用哦、喔，和成功啊，然后计划看要如何做哦、喔，要哪做哦、喔，来当安尼来推行哦、喔，我就竖起大拇指了啦。因为这个也是层层的关卡，啊，记得你回答我安尼哦，就是要由你来召集啦，可以吗？市长要我召集，我会处理。好啊，我也够问伊啦，总之情况也够问伊啦，由你来召集啦。只要你请坐，我希望讲吼，这个望高寮吼，继续规划再进行啦，好不好？好啊，那你请坐。丁局长，这地震业务吼，攸关市民的财产以及权益吼，你来吼，推电了有顺利无？推展业务各方面哦。有足顺利的无？哎，还好了，我们有外面还有11个地震事务所在帮我分担一些工作。那局里面的各个科长也表现很优秀。啊，A 五进度各方面会有延宕的问题吗？目前有几个所，尤其在测量人力上是比较有比较弱的情形。啊，如何补救？现在是跟议员报告有。东势跟龙井目前还有清水这三个所的测量人力是比较弱，有一部分是靠局里先做人力的资源啊。啊，如何资源？啊，要做到当时才感觉好民众，敢买不安你？你回答我的没有切切吼、哦，要解决问题的方案呢？要如何解决？哪里？这个我不好讲，因为人力的增加，其实整个府里面有总额管控啦。啊，总管控啊，无你委外嘛？是我们现在在努力在做委外。对啊，啊，我讲到委外，你就讲在努力做到委外。啊，我若无讲，你唔得当甲打开。我拍水拍。好，拍水拍水。我未跟你讲，嘿。你未跟你讲。真正在做委外啦。你真是在做委外。今天。啊，当时委外做较好势，予人民众吼、哦，要申请案件哦，非常的方便，然后进度也让民众能够满意。是因为我们现在重测跟复账都在做委外。多少时程啦？
多少时程？其实今年就已经开始，已经开始跟去年都开始在做了。业务在推展，你既然做局长，你就是爱把代志做了好吧？是不是安尼？是哦，是啊是，啊，得看委外啊，各方面我都极力啦吼。你说几个地政事务所东市龙井啦吼，本席是大肚龙井出生的啦。啊，你起码那是前朝啦吼。那么公安的客人，你也可以撇清一下责任公。啊，还有前朝设立的龙井事务所，本来你讲十一个事务所啦，弄五六科啦，结果设置的领证吼只有三科。啊，民众哦，本来地方上哦，乡亲哦去清水吼、哦，都方便方便吼、哦，业务嘛做啊好些好些，来甲设置龙领证啦、哦。本来民众乡亲是做欢喜的，但是即马去到龙领证哦，甲送入去业务吼、哦。因为人无够，欠十外个业务拢无在推荐，安尼到底是民众之福还是民众之祸呢？啊，你要来补救啦，卖我妈不要讲太远了啦，看但你个不要回答啦。龙井要如何补救呢？要如何迎头赶上呢？啊，方议座，我们其实现在重测跟复账都做委外了，那龙井的部分我们会优先来帮他处理了。啊，如何处理？要几个月见效？你即马我即马本席请教你，在这里咨询，你几工来要改进？几工来要改进啊？系啊，唔啊，你做局长啊，无当要叫我改进呢？啊，林佳龙要不要授权给我？当要叫我改进呢？我会跟廖主任一起努力啦。这个我实在没办法，现在马上给议员一个正确的时间点。好吗？不要政策，看是要一个月、两个月啊？你卖讲几工啊？我算个月啊，你啊？欸你要针对我，我要针对民众的民众。那问我讲，我送入去测量，啊，佫一拖佫拖个话，一两个月，诶，民众会问我呢，啊，我所以来问你啊。已经要排件的时间大概二十几天啦。我们局里面第短期部分，我先局里面。好啦，你不要比较说一定要你比较一般事务所吼、哦、正常的手续啦，不是顶盖曾国清的这局长吼，加科长、副总事务所迄、那个主任拢伫遮啦。我嘛是讲吼，有诶吼，甚至拖到40几天才改进诶，你知影？迄是上个会期，我执行，还有执行才改进诶呢。啊，民众，你要叫民众好去吼，干一个案件测量案件拖一两个月，有诶甚至吼，诶资料出来要拖三四个月啦，迄个做吼伤离谱啦。啊，我吼，安尼啦，你只要要叫你回答哦，我歹去甲你逼啦，一两个月吼，都要改进起来啦，好不好？我们一定努力，全力以赴吧。全力以赴。不过这个人的部分是真的有点、欸。你卖个功力有啦，啊，刚刚你来就局长都叫别人来坐倒啊。我对你想大声嘛。好，谢谢议员，谢谢。我们全力以赴。是。好啦，好，一两个月改善啦。是。阿边那改善哦，向本席报告了。好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议员。我们的交通局哦，王局长。这 BRT 都不是像水谷线讲要做唔做啊，确定不爱做啊，本是知影。那么不爱做了后，你是讲哦，将 BRT 改为优化公车专用道？啊，你看这个吹波要上路了，会不会塞车？简单的要，你认为会不会塞车？会比现在不塞车，会比之前改善很多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对，你一定安尼回答，足侪人问你，你嘛安尼回答。但是哦，本身有一个问题，这优化公用专车，你奈歪创伫六月，还是搭九月、十月，一定要七月份呢？为什么要七月份？为什么要七月份？啊，七月份有阮设定的目标啊，做会了七月开始上路。啊，你奈歪较提早的，个六月敢做袂歪？因为哦，六七月哦，当着一大堆考试啊。哦，啊，七月一号过去了大学指考啊！啊，你有自信无？自信讲未塞车无？绝对比即马较未塞车。你这吼、哦、语中吼、哦，你讲话吼很有技巧啦，比即马较未塞。我你讲啦，作侪乡亲甲我讲的讲，无定系较未塞车，但是吼、哦，伊这嘛有头脑呢，小可头一步呢。因为七八月份哦，就暑假了，暑假吼、哦，所以接送学生的各方面哦，主员去台湾大道吼、哦。人就无遐多啊，所以讲哦，你就医要补会调呢，我甲你想想诶。迄面上阿讲哦，恁这局长哦，你要头脑呢，真的有头脑啦。啊，本是希望说哦，后摆台湾大道袂塞车啦。我嘛是啊，但是哦，你头壳袂歹啦。啊，希望讲你继续哦，用你 B
迄、那个聪明的头脑哦，继续为咱大台中市的交通哦去认真啦。那么再请教你问题啦吼、哦，你咧讲自由车道哦，哦，你嘛真有自信，讲600公里吼、哦，啊600公里，然后900辆自行车啦吼，300站吼、哦，啊，驻任站啦吼、哦，我问你啦，你讲人车共道43公里的人车共道，拢总600公里。43公里人车共道，人车共道是什么意思？人车共道就是卡拉车骑在人行道顶管。安尼敢袂用呢？不是上理想的方式啊！安尼要着接近。我你讲，这人车共道即卖建设咧啦。你听我讲，我无，我听我讲，你33公里根据吼、哦，你有去研究法令无？根据交通处啊条例哦，第73条哦，你。慢车哦，驾驶人哦，不在划设慢车道通行啦、啊。无不正当理由、哦，在未划设慢车道道路哦靠右行驶哦，处新台币300至600。啊，你人车共道，你是到底安全各方面？啊呢吼、哦，嘛自行车哦属于慢车的一种呢。黑马有的黑马牵涉这罚款的问题呢。啊，你就急得急讲。去33公里人车共道，啊，不是，那是做好的，那不是我在做的，那即马已经做好的，哈，那33是即马做好的，啊，安尼就无合法啦，你无，伊就标志讲会当人车共道骑去了，骑去人和车做伙，啊，你阿买设计要较理想的，哈，车爱礼让人呐、啊，这是自行车的礼貌。啊！你来买去33公里，甲想我较圆满的啦。本身讲的就是。即我来改进啦，因为三即摆已经设啦，啊，即摆已经做好的是33啦，唔是我要做33人车共道啦。啊，你的触犯，我讲，迄骑地位去就是违法呢。啊，伊就有迄个标志牌讲人车共用。啊，就交通部就干嘛违法？你来要做违法的代志？啊，你来买个改善，我啥物仔做？啊，我。哎，我改善。好，时间到，接下来由王立任议员，以陈世凯了哈，张文丽三个议员联合，啊，请开始。